民进党征召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出战台北市，而今天下午呢，他开始进入相关的行程了，跟各区议员提名参选者大家合体拍摄形象照，而大家进出难题，他有的是道具，有的是指定姿势，不过他都完全配合。一二三。哎呀，差点闪到腰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与小鸡们合体拍宣传照，想搭上最夯的啾啾力风潮。民进党基层终于盼到母鸡来加持，大家是把握机会，频频出难题。个人是有准备了一件战袍要给他了，听说比较凉一点呐、啊。对，他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或姿势？绝对不会两个相拥抱。传统的或者是活泼的，像我自己就有，比如说这一种比较传统，或者是这样子，韩国现在蛮流行比较活泼的姿势。议员们做足功课，要传统要流行，通通都来，不仅研究拍照 pose， 连道具隆重给他传本本。我们强棒，我们的市长陈时中出来带着我们母鸡跑，所以我带了一个强棒初级的这个球棒。我们尽量配合。有人先跟你揭露说，可能有哪一些 pose 要你练习一下？没有，自己放得开吗？我。但是很难讲，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放得开了。陈时中本人是老型仔仔，特地换上一身浅蓝西装，搭配深色胶底鞋，哎，是不是太做也有帮忙打点？服装就是这个竞选这边的有帮我，竞办有帮我准备，好，就跟昨天一样，哼。一样是那双胶底鞋吗？一样，哼。那胶底鞋是什么牌子？我正要看，有人问我，我还没看呢。造型太太有给意见吗？没有，他还没看到我穿这整套的了。对，把一切交给竞选团队处理。陈时中强调组联调后，但其实早就蓄势待发，要母鸡带小鸡冲出好成绩。记者廖凯生、李志远、SNG 小组台北参谋报道。